耽误了，所以希望把这个事情搞好的话呢，我就很快会回到你们的身旁。可是老实说，我真的很想你们啦，你们真的有没有听我的歌？有没有想我？想真的？真的吗？我可以有一个要求吗？其实明年大概从2月开始呢，我就会跟 YClub 有在美国巡回的演唱会啊这些，所以我都会学那些舞步。那刚才你们已经看到那个 China One，有没有人有兴趣学？然后等我来台北的时候呢，你们就跟我一起跳。有，真的吗？我一定要当成大家是一个证人，你要跟大家讲你的名字。等一下，这个歌迷要讲，他以后要跟你跳舞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郑思颖。你真的会去苦学，然后跟我一起跳吗？我很想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在 YouTube 已经有很多人在学了，你可不可以学，然后你们 PO 上去，我想看你们跳的。